待的惊喜。那么今天借这些特殊的日子，允许我说几句话。以往朋友们平时夸我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会不好意思很推脱，那么今天夸我的话一并接受了，谢谢。如果说过生日的人说话有一些阅历的话，有一些能量的话，我今天想说愿国泰民安，愿所有的朋友能够安居乐业，能够生活的轻松平安如意，谢谢。好、哦、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希望朋友们一路平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意思跟剪彩差不多了。生日快乐，巡演成功，巡演。